叫啥？啥？你坐在这干嘛呢？你坐在这干嘛呢？啊？呼呼呼啊！啥？怎么跟着我干嘛呀？啊？走哪跟到哪？啊，过来了。前后一直跟着我啊？啊？干嘛？啊，你要干嘛？啊，你要干嘛？17岁了，还这么粘人啊？你知道你17岁了，知道吗？还这么粘人，前后跟着我啊？是不是想吃东西了？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家这只17岁的橘猫。一直跟着我，其实说实话，这个跟人一样啊，年纪大的人总是会需要人陪伴，需要人照顾，也是一样的。他年纪大了也需要人陪伴啊。跟大家打个招呼呗，来去。大家好，我叫松松，我已经17岁了，是吧？咦。开个罐头好吗，松松？开个罐头啊！他每次吃都要吃一个，因为现在罐头都给他当主食吃。哦呦，这个东西呆得很。那，他最爱吃的，好吃吧？好不好吃啊？先喝汤。那 这是他吃饭的水和食啊，他这个粮基本上都没怎么动过，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。好吃吧？我操，头都不抬，都不理我，就要吃这个东西，很粘人的。天呐，你们看，都快吃光了，他就要吃这个。前面给你们看了猫粮，看到没有？还有好多他不吃的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有喜欢的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如果说你们有关于宠物方面有什么不懂的，也可以在下面评论、留言、私信都行啊。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他吃完擦脸去了。你们看，它其实吃也吃了很多，但是还是剩的，吃一个也吃不完。